呀吹呀吹呀，世界吹来花下红，对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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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初不让你好牛，吹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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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吹来花下红，对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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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羊癫疯听真走。风吉祥风，穿越古今照苍穹，华夏风如意风，奋进拼搏逐浪涌，华夏风出彩风，亿万人民齐建功，华夏风和谐风，广邀四海众宾朋，大河之南天地之中，当朝不让你好牛。电视机前以及通过全媒体平台观看晚会的朋友们，大家过年好，金牛奋蹄辞旧岁，万众一心盼春归，我们一起走过了极其不平凡的2020年，共同迎来了充满希望的2021年，衷心的祝福大家福星高照，心想事成。寒辞去冬雪，暖带入春风，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河南省委省政府率领河南亿万人民以坚定的步伐逾越寒冬，迎来了气象万千的崭新篇章。在这里祝大家好运连连，牛年大吉，客思似杨柳，春风千万条。在这个举国欢庆的新春佳节，我们在晚会现场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拜年了，祝您新年新气象，牛年添牛运。无论走得再远，最念老家河南。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炎黄子孙出发的地方，万水千山也阻隔不了血脉相连。在这里祝福大家阖家团圆，健康平安，万千同频，四海连心。今年有许多朋友响应号召，选择就地过年，我们将思念点亮屏幕，将亲情隔空连结，向你们说一声感谢，我们一起欢度这个充满意义的春节。
河南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青年演员秦牛郑薇，我呢也是河南的闺女，特别高兴能在家乡春晚过大年，掌声欢迎我们的小老乡啊！天上的星星不说话，你说你爱上了他，想把你藏身体，看着你眼睛。But you ever forgot me？ 天上的星星不说话，你说我怎么那么傻，想把你藏身体，看着你眼睛。But you ever forgot me？ 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睛，哎，地上的人儿还没有唤醒，哎，孤独的蜷缩在窗边聆听，突然好像已忘记了你的姓名，哎，曾经为你写过无数的 melody， 刹那间却只变成过往的回忆，你声音随着时间愈发的美丽，无法被人讲究当我的秘密，忘记我爱上他，信任在我们之间慢慢的崩塌，心情像跌入不见底的悬崖，我知道沉默是最狠的回答，啊，此刻只想关在房间里自己躲避，还记得我们曾经拥有的小甜蜜，也许是我对你不够好让你生气， But you have forgot me。 天上的星星不说话，你说你爱上了他，想把你藏身体，看着你眼睛。曾经摆过的老照片，如今放在房间抽屉当留念，不必再去痛苦，再去留恋，从今以后走出彼此视线。
起。我就一张牌了。方老师，您用这么多种不同的乐器演绎而成，真的是让人耳目一新。我看您今天一定是精心准备了这次表演，这手上好像还拿着秘密武器，是不是？没有啊，脏脏脏，你看古籍出来了、哎、好精彩好厉害，赶紧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这个就是我们河南最有代表性的贾湖古笛，它具有8800年历史。对，关键8800年，知道吗？中国人已经创造了七声音阶，我们可以感受一下。好，来了。大家听到了吗？哆来咪发嗦拉西哆。好了，我们下面看看能不能吹出一个小曲儿。
笑傲江湖。经过古笛这么一吹，还真是古风古韵，别有韵味。前年在日本演出，后来我跟他们说，这是8800年，全场只有一个哇，就这一下子我就突然感觉到我的自信心，这就是我们华夏的文明，我们河南的骄傲。这国宝我可得好好的拿着。对，关键今天是活宝吹国宝。哦，还有，让我们大饱眼福。你看，这个就是黄，巧舌如簧的黄。哦，这就是黄啊。对，把几个黄绑在一起，它还可以产生。太厉害了，是不是感觉还有点电子的感觉？真的是现代电子乐的风格。今天带了一件给你们看看，你们应该没有见过这个乐器，知道怎么演奏吗？好了，这个乐器是用鼻子吹的。宝岛台湾的万春风。哇，我刚刚在方老师旁边看他展示的这几样乐器，真的是有一种大开眼界大饱耳福。对，其实无论是用民族的器乐去演奏各国的音乐，还是说用异域的乐器来演奏华夏文化，我们都能够感受到河南的开放与包容。谢谢方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演奏。李阳哥，我逛了逛咱郑州超市，发现世界各地的新鲜食材应有尽有，太厉害了。那必须的呀，现在咱们河南构建了便捷高效的国际贸易网，每天都会有飞机高铁源源不断地把全世界的好东西从原产地运到咱们身边，既丰富又实惠。好潮啊，河南越来越有国际范儿了。要说到这个国际范儿呢，那就不得不提我们的国家中心城市大郑州。最近这些年呢，在郑州也相继举办了世界摩托艇锦标赛、郑州网球公开赛，还有郑州国际马拉松，以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这么多重量级的国际赛事，让郑州在全世界精彩亮相，让河南绽放出崭新魅力。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Dear audience friend， 全球的华人华侨们 ，Overseas Chinese in the world， 河南的父老乡亲们，Everybody in 河南的，老铁老表老婶们，小孩小伙小妮们，过年好。哎呀，兴奋很呐，一个比一个兴奋，奋斗中每个人都可兴。什么词儿啊，这都是干你了。开词堆起来。河南嘞 ladies and gentlemen，能懂、Happy New Year。 Thank you Thank you。 真不容易，这位是啊，咖啡锅里边下烩面，什么味都有了，你听了吗？ Yes、是不是感觉 amazing？ 什么呀，特别的惊喜啊！顶级的 whisky 就是要配着
开封里花生米。披萨的 plus 版就是要把烤面筋卷起。哎呦，鱼子酱已经是超凉粉里最佳伴侣，马卡龙就着大烩菜才是真正的无与伦比。有味儿，有味儿，有味儿。放眼看啊，充满着国际范儿的新河南，更有着无数的出彩创举。说说，从盘古开天，女娲造人，天地之中华夏之魂，三皇五帝兴礼创文，咱四大古都风韵犹存。好。甲骨文中铭刻下了文明的年轮，青铜器里铸造出了礼仪之邦的精美绝伦，姓氏的发源地向世界敞开着老家的大门，中岳嵩山、禅宗少林、世界级非遗太极拳都体现着奥妙的中华精神。不错，我们河南连续4年丰收增产，今年更是成绩凸显，首次超过1350亿斤，让多少国人端稳了饭碗。是啊，丹江水库碧波闪闪，南水北调如巨龙婉转，还有那中国好人道德模范，这是咱河南人的侠肝义胆。听听，更有呢，航空港连通世界，多元发展，智慧城市让我们变得更加耀眼，买全球卖全球供我们挑选，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国际范儿的新河南地位凸显，新时代的速度让我们距离更短，米字形高铁枢纽让我们走得更远，奋斗中的河南人，我们不畏艰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信心满满。好，哎呀，说的太好了。作为一名新时代河南的相声艺术工作者，我要向全世界把我的家乡赞许。应该。所以我创造出了豫格类式，马上就要成为国际最新的豫语。哎呦，我拦你一句啊，什么叫豫格类式？顾名思义呀。英格类式是什么呀？国际通用语言。哎，这豫格类式啊，就是国际通用对河南话。太厉害了。厉害吗？这都是一门新学科，你听。各位啊，我这豫格类式可比那英格类式讲理多了啊。这豫格类式里面啊，你看它这个形象生动，关键是便于向全世界推广。您先别吹了，能给我们举个例子吗？太有了。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河南的小吃啊，叫胡辣汤，天天喝。胡辣汤拿咱们这个豫格类式来说，就是啊 sour hot salty water， 酸辣咸水。哎，是不是这味儿啊？我跟你说，用这豫格类式一说，这个胡辣汤的味道就感觉在这个嘴里啊蔓延开来。行，您慢点，你蔓延了没有？我慢，不是你慢一会儿，慢点。我再问问你啊，按你这个逻辑，那个豆腐脑该怎么说呀 ？Silly broken, silly broken。稀碎稀碎的。那也对。那用馍豆咋说？老婶，你要捡宝不？弄5块钱的也中。你跑我这吃早点呢你？大伙儿都熟悉这些个词汇，你就不能问点别的词儿吗？一直在这儿，我问水果行吗？好吗？还是吃的？河南好吃的多。那行，问吧。苹果，就吃那个大苹果啊。大伙儿都知道它的英文单词叫什么呀？全学过呀。国际范儿的河南观众。好吗？都。哎，我告诉你，Apple 是英格类式的翻译。用你那豫格类式解释一样吗？我这豫格类式肯定不一样，是吧？大伙儿知道这个豫格类式啊，苹果怎么说呀？苹果用我们豫格类式来说就是，number hot。我这玩意儿真没听懂。你没听懂吧？没听懂。那是您对这豫格类式掌握还不够全面呢。是吗？豫格类式最大的特点就是什么呀？形象生动，关键还讲理。我相信我们有的朋友已经知道了，因为你们肯定学过豫格类式，来告诉他苹果其实就是拎包里好吃，拎包里好吃你这什么豫格类式？你这我也会。
啊，你也会啊？山药肯定就是叫出来好吃，危险的更好吃。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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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各位，我跟你说，这真不知道了，你们你也不知道什么呀？山药可是个高级词汇、啊、哇，用我们玉格雷士来说就是 ，not bad 哦。这真明白吗？费解了这个。想想，开动你们灵活的小脑筋。别赶紧的吧，你说说这个山药。说慢点，说慢点，全明白了啊。山药啊，山药啊，山药就是 ，not bad 哦。还是没听明白。帽特别多。怎么琢磨的？你说这不是猫特别多，你得套上这正宗的玉格类似的发音，就是 not bad 哦。掌握这个高级词汇没有？哎呦，来各位跟着我一块念，山药是什么呀？别毕业了，毕业。我们河南的观众都是国际范儿啊！您等会儿，以后出国就拿这词儿唬他们讲。别，我再问问你啊，你要说过年了，用你这玉格类是怎么说？Eat leftovers， 吃剩饭。吃剩饭干嘛呀？哎，可不吃剩饭吗？你在家是吃自己家的剩饭，走亲戚呢是吃别人家的剩饭。从三十下午就开始一气吃到元宵节，好嘛，等二月二龙抬头了，冰箱里腊八蒜还有好几头呢。你等会儿，这讲究的是年年有余。哎，也是，光盘行动，我们得把它吃完喽。我再问你啊，什么呀？咱们过年有很多的这些个参与性很强的民俗活动，你还别说，这我真有研究。是吗？尤其是现如今啊，最典型的年俗是什么呀？什么呀 ？Play cell phone。哦，玩手机。耶、yeah ，是吗？为什么是玩手机、啊？你想啊，都5G 时代了。一部小小的手机给我们带来多少的便捷？那倒也是。你宅在家里面就可以和天涯海角的亲戚朋友们视频聊天。再说了，现在这一家的聚会，10个人，9个人都在玩手机呀、啊。还有一个呢？看他们玩手机。他怎么不玩呢？玩没电了。那拜年怎么说？拜年那个。Give me, give me， 给你什么呀 ？Red bag， 要红包的都懂、啊。是，发个红包，抢个红包，是、啊、大家伙沟通一下感情，没错、有点意思。我再问你一个高级的，什么呀？咱们河南是一个说中的地方，河南人最爱说中，说的最多的也是中。你就这个中字，用你的玉格类似，你怎么给翻译翻译？听好了啊。Yes. Okay. Well. Good. I can. I do. No problem. Of course. All right. 不是，我就问了一个字儿，就中字儿。我翻译的就是这一个字儿啊。啊。我后面还有3000多个词儿没说呢。好。要不时常在这儿管着，我能说到大年初一后半夜去。等不了。我就问这一个字儿，哪来那么多解释的词儿啊？这才体现了咱们河南文化的多元性、包容性啊！别看这一个小小的中字儿，怎么它的意义可是太丰富了。讲讲，咱们河南人，爱说中，对，就说中，会说中，是这中是咱中心城市的中，是咱大中原的中，是咱大中国的中，是咱伟大的中华民族的中。中，哎，所以说这字儿根本就不用翻译啊，不解释啊，并且我觉得啊，以后去联合国开会就这么说啊，领导就在上面这么问啊，ladies and gentlemen， 就这事儿，恁说中不中啊？世界各国异口同声，中，决议顺利通过，各位。我这想法你们觉得中不中啊？通过了啊。行了，你也别煽动群众了。我再问问你，就是咱们河南的或者咱们中国的传统艺术，你都能用你这个玉格类似给翻译了吗？我跟您说啊，国际最前沿的我都能融入咱们中国元素、咱们河南元素，只要是河南有的我全能给它整成国际范儿的。哎呦，豫剧行吗？没问题啊！我跟你说，你今天只要唱出这豫剧来，我就用这豫格类诗给你翻译出来，给你学出来。
是吗？嗯，那要唱就唱个大伙儿都熟悉的。什么呀？不光是我会，所有的河南人张口就会。我唱上句，看大伙儿能不能接出下句来。刘大哥讲话，这一段啊，谁说女子像金钱，男子打仗到边关，女子纺织在家园。恁要不相信呢，请往那身上看，咱们的鞋和袜还有衣和衫，千针万线可都是他们圆呢。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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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节目到此结束，谢谢，再见。回来，干嘛？不是，你干嘛去？过过瘾就得了，后面还有节目呢，下去下去。不是什么就对呀？啊，该你这什么预个类似版的了？对不对？不是把这事儿忘了，太激动了。不是，你这为什么刚才他唱那么好，你没有那么热情，唱的都比我好，我一激动，我就走吧，我坐住吧，你这种。差点让我就跟你下去了，你说。不是，你看你什么呢？你得给我一个这个翻译的过程准备的时间。你到底能唱不能唱？我能唱啊。预个类似版的。听好了。来吧。Mr. 刘啊 ,say a word. 刘先生，嗯。Reason to low. 你也够 low 的你。Who say woman?Don't walk, 哎呦 man fighting, go to outside, woman make clothes, in family, you don't believe, please look at me, my shoes, socks, and clothes, my life, woman DIY, 嗯啊嗯啊，哈哈，别唱了。听国乐，用国货，扬国风，已经成为时下最时尚的生活方式。传统文化掀起的国潮热，可谓是新时代文化自信的青春表达。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源地，咱们河南厚重的历史文化可以称得上是国潮风的鼻祖了吧。所以我想啊，我们每个人真的都有这样一份责任，要倍加珍视，好好的守护这些文化遗产，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接下来咱们就跨越千年，跟随着博物馆当中可爱的小宫女们，共同奔赴一场大唐盛宴。
星空闪耀，万物复苏，古老的中原大地正在焕发着勃勃生机。过年的时候，家家户户都盼望着喜庆团圆，但是今年由于特殊的原因，响应号召，许多人选择留在工作所在地过年，为疫情防控贡献着自己的力量。感谢这些可敬可爱的人们，他们的家人同样也是怀着理解和惦念，选择在这个春节通过网络云相思。哎呀，都在这儿取快递呢。蓝大爷，蓝大爷，新年好，好好好，过年好，蓝大爷，好好好。您也来取快递啊？那可不，我儿子呀在外地打工，今年选择了就地过年，打电话给我说了。在网上啊给我订了好酒，说这个快递小哥啊一会儿就把酒送过来。蓝大爷快递你看说到就到，你这是来把我的酒拿过来。小伙子呀，哎，我要的是一斤酒，不是一吨酒啊。大爷，您先听我说啊。您这个订单它可不是酒啊，那这是？它是爱情。爱情？对呀，你看订单上写的很清楚啊，轻拿轻放，爱情易碎。不是你们年轻人现在，爱情都用箱子装啊？要么说您厉害呢。您这个爱情块头也太大了，一箱差点没装下啊。蓝大爷，哎，大过年的挺会玩呀，那爱情都论箱装啊。你别胡说八道啊。我跟你说，你这个快递小哥，你可不能给我制造绯闻呐。我老伴儿走了那么多年了，可以这么说，这十几年没有女人进入过我的心。你这个骗子啊。脑啊！控制一下，年轻人受不了这刺激。OK， 哎，所以啊，我就把自己打包成了包裹送了过来。哎呀，但是我没有想到，在包裹里听到的第一句话竟然是“没有女人进入过你的心”。哎呦我去！哎，脸，你莫走。你莫走，我非走，他非走，不能走，不能走，快捞住我的手，捞他手。哎呦，哎呦，哎呦，莲呐，你看，咱们的孩子呀，都选择了在外地就地过年。咱们这两个老舞伴互相关心一下，我感觉那还是哦，蹦吧吧蹦吧蹦吧吧蹦吧蹦，阔带劲，吧吧蹦吧蹦。此时此刻我的心里阔带劲，吧吧蹦吧蹦。此时此刻我的心里阔带发，吧吧蹦吧蹦。阔带劲，阔带发，阔带劲，阔带发，带劲带发，带劲带发，带劲带劲，阔带发，吧吧蹦吧蹦。哎呀，阿兰呐、啊，哎，你想想啊，除了我，还有谁会给你送包裹？蓝大爷，接包裹啊！不是，别，别误会，别误会啊！这回是酒，我儿子买的酒。哦，来，把我的酒拿过来。清风在手，谁能一剑屠龙？中原逐鹿，方显英雄本色。武林风起，四方齐团相合。这个
幸会幸会。哇，武林风冠军。哎，你来我们这儿干嘛呀？社区了解到蓝大爷一个人在家过年啊，还了解到您一直都是武术爱好者。对对对，打过几十场比赛，你看从来都没赢过。啊，你这个小伙子说话你基本属实。小伙子呀、啊、你来我们小区有什么事儿啊？社区派我来啊跟您比武。来坐，你这个小伙子干啥的啊？你多大呀？他多大？你跟他比武，你咋不跟我比武？对不起，我不会相扑。你说啥了？说啥了？你说啥了？说啥了？你弄啥了？弄啥了？你弄啥了？弄啥了？阿姨啊，社区派我跟蓝大爷比武，只能输，不能赢。OK。哎呦我阿兰呐、啊，哎，人家都找上门了，你就应战吧。是站不起来了。阿兰、哎，你是我的男神。男神腿软。你是我的宝贝。年轻人啊，哎，你不要太猖狂。我也不是吃素的，对，偶尔吃顿肉饺子。莲呐、啊，今天为了你，我给他拼了。嗯，别说是有他一个，就是他们全上，我也不怕。上，赢！阿兰呐，哎，一会儿要是动起手来啊，我可能顾不上你啊。没关系，自保的本事我还是有的。哎，那中吧。到时候你保护好你自己，擒贼先擒王，我就找你。呀嗨嗨，你嗨什么嗨？你怎么叛变了？阿姨，你站错地儿了吧？你还嘴蒙圈呢。哎呀，快来莲啊，别紧张。想当初我还练过几招、哦、双手一推，这叫隔山打牛啊。我纵横武林几十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深厚的内力。切，你没见过的多了。还有一招叫古树盘根，走啊。我比赛没赢过，我那是让他们的。我练起功来，那叫静若浮湖，破，动若游龙，快如闪电。你别说来一个两个，就是十个八个，我也打得你鼻青脸肿，满地找牙，腿断胳膊。上，来呀！继续呀，别忘了你来干啥。躺呀，成长啊，太厉害了。是不是很崇拜我？崇拜他。 你崇拜他干啥？他装的太像了啊！不，那个他都被你打得不像样了。行了，快把他扶起来。快。行吧，谢谢。哎呀大爷，哎，您太厉害。没有，我太崇拜你了。不，我要拜您为师。疼啊！轻点，大爷，哎，我请您喝酒。哎呦，不用，我儿子呀给我买的有好酒，快递小哥啊一会儿就送过来。那我祝您新年快乐。快乐。我知道咱们大家呀都是关心我，想让我开开心心的过这个年。我的舞伴想让我开心，把自己打扮成爱情包裹过来陪我。社区的同志想让我开心，请来了武术家过来陪我。小伙子呀，大爷，尤其是你呀，
你的表演太过了呀。行了行了，时间不早了，都早点回家陪家人吧。我给我的老伙计约好了，今天晚上我们两个在快手上视频直播，猜没？爸，过年好。我记得酒您收到了吗？收到了。老伙计，哎，咱们约好视频猜谜的时间可就到了啊，咱们开始吧。行，视频猜谜开始。俩好啊，一枚一样，大家一起过除夕。这个三枚三呐，牛年牛气牛冲天。六枚六啊，逆行者们最优秀。八枚八呀，祝福送到千万家。最后出个满堂红，国富民强享太平。最后出个满堂红，国富民强享太平。爸妈，新年快乐！我今年过年可能回不去了。这不用惦记家，家挺好的，在这块好好工作。我的家在吉林长春，湖北黄冈的永城市的平顶山的河南偃师，四川攀枝花。我是徐州人。春节对我们每个人意味着一家人团圆，回家过年。往年的这个时候，应该我们都三口都在家里团聚了。想回个家，可能都得这两天就搭在路上了。亲人在一起，真的是我非常渴求的一件事，做梦都想回去陪陪父母，因为家里这个就我一个孩子，我要是不陪他。今年响应国家政策吧，留在工地过年。舍小家为大家，只要过年过节我们都会在队上坚守一分一秒，一家不远万家远。疫情还是没有结束吗？那么今年我们也是严阵以待。新闻记者的生命就是在路上，在新闻现场的最前线，仍然要坚守在我们的一线，用生命来守护生命嘛，更多的小家能够回家团圆，疾病远离大家。坚守为了更好的陪伴，坚守是为了更好的陪伴，坚守为了更好的陪伴。春暖花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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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相聚。值此新春佳节到来之际，我们要向所有坚守在抗疫战线的人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同时也要向在背后默默支持他们的家人表达最诚挚的感谢。过年了，我们把几位医务工作者邀请到了晚会现场，跟大家一起共庆佳节。他们都是河南省抗疫先进人物的杰出代表。今天省内外的戏曲名家也纷纷赶来，他们要与医务工作者共同演唱，联袂表演，这真是鼓乐齐鸣，提振士气。白衣执甲，赫赫扬名。
中国加油！中国加油！武汉加油！武汉加油！保证万众瞩目。今天没有鲜花，没有祝福，没有钻戒，但是今天有你有我。你长什么玩意儿？会先这样，你嫁给我吗？这腿真的不行了。展现了中国制度的优越性，中华儿女都自发自觉自愿地严守抗疫防线，创造了人类同疾病斗争史上的奇迹。在这场艰苦卓绝的抗疫斗争中，各行各业的劳动者用平凡铸就伟大，用朴实书写辉煌，淬炼出中国精神、中国力量、中国担当，创造了令人骄傲的中国奇迹。他们来自各行各业，
他们有医护人员，有社区工作者，有人民警察，有快递小哥，每一个岗位都是组成抗疫防线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每个人都了不起，你们辛苦了。万众一心，加油干，有你有我，我们能。的你有我在身边，我不是无助的，我有你的温暖，同担一件风雨，你我共一把伞，同一条长山路，一起走了五千年。你还是知心的你，守魂色不变，我还是不屈的我，临危自更坚，同跨一道风浪，你我共一艘船，同一条大冰路，越是艰险越向前，有你有我，我们能啊。绿藻磨难，能心手相牵，有你有我，我们能啊。历经坎坷，能越过万重山啊，万重山。你还是知心的你，守魂色不变，我还是不屈的我，临危自更坚，同跨一道风浪，你我共一艘船，同一条大冰路，越是艰险越向前，有你有我，我们能熬，十年挑战能信念如磐，有你有我，我们能纵观地波，能傲立天地间，傲立天地间，傲立天地间。这是我经营老家寒舍民宿的第五个年头了，收入是一年比一年好了。搭上乡村旅游的幸福快车，村里的年轻人呢，再也不用出去打工了，团团圆圆才是年嘛。他妈妈，我们不会几个。小孩子也没有过闹的，也没过疼的，就见着小孩子也疼。我天天唱着过。啊，肿不肿？有一点歪，不肿。我以前在外面工作的时候，其实每天都特别牵挂我的爸爸。今年能大部分时间陪着他，而且他也找到了一份工作，就是给我当演员，演他自己。所以呢，这是我幸福与幸运的一年。
咱们番茄类正好赶上春节上市，放心菜新鲜菜也能卖个好价钱。希望2022年我们老百姓的日子像这番茄一样红红火火。每天我驾驶着公交车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我能感受到这城市一天天都在变化，心里特别的温暖。我2010年来到郑州，无论多难我都咬牙坚持，今年终于如了愿，在这座有梦的城市安了自己的家。中国在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充分显示着大国气度、大国担当，贡献着大国智慧。新时代中国成就鼓舞人心，经验弥足珍贵。回顾我们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壮阔历程，我们从来没有感到像现在这样充满信心和力量。让我们坚定自觉贯彻新发展理念，奋力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创造新的历史伟业。为什么红？都唱太阳升，太阳在哪里升？世世代代向天问，谁为长夜送光明？送光。千城奔。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春节好，过年好。楠楠，哎，你看现在我们国家这个科技的速度啊，真是发展的太快了。是啊，现在已经进入了5G 和大数据的时代。没错，现在自媒体短视频铺天盖地，影响咱的生活。没错啊，你看现在我们很多节目啊，都编成了一分钟的短视频，搁到网上，让朋友们利用碎片时间来欣赏啊。不是，什么叫碎片时间呢？碎片时间你都不知道？不明白呀。地铁上打个盹儿啊，吃饭等个人，发呆纳个闷儿，开会走个神儿，这就叫碎片时间。还真是这样的。那当然了啊。哎，楠楠，哎，你看每到春节的时候啊，我总能听到一首温暖的音乐，听到这段音乐的时候心里特别的感动。不是，您说是哪段音乐呀？你听，它来了。这段音乐你听过没有？哦，春节序曲。哎，每当这首音乐响起来的时候啊，我能想到万家团圆，吃饺子看春晚。没错，你看一年一度的春节联欢晚会啊，是咱们中国人的年夜饭。是，我就想啊，每到春节的时候万家团圆，不是每个朋友都能吃饺子看春晚的。对呀，有的朋友在工作的岗位上，还有在抗疫一线的我们那些医务工作者和英雄们都不能回家过年，还有我们的河南老乡。今年我有个创意。什么创意啊？咱们今天就录个一分钟的春晚，把它放到网上，让不能回家过年的这些朋友们都在网上看看咱们精彩的节目，乐呵乐呵，大家说好不好啊？一分钟春晚，这创意不错呀。那当然了。那这么着，我现场来录，我现场表演，我拿出手机。那咱们现在开始。来一回啊。开始啊。开始。女士们，先生们，先生们，女士们，女士们，先生们，先生们，女士们，雷德森杰特们，河南的老乡们，大家过年好。哎，这是个碎嘴子。什么叫碎嘴子呀？啊，一分钟春晚就得这种节奏。也对呀。哎，啊，首先请大家进入春晚的回忆杀，带您进入那年的春节联欢晚会。都有哪些呀？今天是春节联欢会，新春佳节，万象更新。这联欢会上灯火通明，五彩缤纷，光芒四射，照亮了各个角落。这边是二龙戏珠，那边是鸳鸯戏水，这边是鹤落同春，那边是丹凤朝阳。二龙戏珠宝珠绚丽夺目，鸳鸯戏水水流飞溅生花，丹凤朝阳阳光普照大地，大地繁华似锦，长空星光闪烁。说是当，若是醒，若醒若当，要说当，有长形灯、圆形灯、多角仙木灯，这儿可没有黑灯。一首歌献一片真情，一段舞献一片厚意，一个相声使你捧腹，一个小品使你开怀。这真情，这厚意，这欢快，这喜庆，随着电波飞越长空，飞越莽林，飞到千家万户，飞到亿万人心中。献一段真情，祝您幸福康宁。好，我听出来了。有印象吗？这是1988年春晚刘兰芳老师表演的评书贯口说灯。没错啊，1996年我们表演艺术家赵丽蓉老师表演的小品打工奇遇，给全国的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这老太太您怎么学呀？老太太我怎么不能学呀？能学吗？张口就来。是吗？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你说我是谁呀？学的行吗？我就是赵丽蓉啊。见到朋友们我这心里特高兴了。是，在这该过年了，给大家拜年了。好，你说我来就来吧，也没拿啥东西。你看我年轻的时候唱的啥好的，就这老着差劲了，就这我做饭时我都唱。您就给我们唱做饭这段。就听这段啊。就听这段。那你就请好吧，咱听听来。我做的是凤肚炒肉溜鱼片，醋溜腰子炸排骨，松花扁担了白莲藕，还有这半肚子味儿足，四两四那个八碟的菜，白干老酒啊，烫一壶，还带着身段呢。赵四方，你看一看，你尝一尝，
我做的饭菜到底香不香？香不香？咋样啊，朋友们？好，您别说，还真难不住他呀。记得1985年啊，我们的相声大师马三立先生在春晚上也有一段精彩的表演。不是，您先等会儿吧。怎么了？这马三立老爷子您怎么学啊？马三立老爷子我怎么不能学啊？老爷子那么瘦。哎，是啊。再看您这坨，我这走路都能挡人家 WiFi 信号。不，我看你怎么演。我不用学啊，我一张嘴就是马三立老先生的音儿。您倒是说词儿啊。亲爱的观众同志们啊，大家好，听出我是谁了吗？我马三立。是是是啊，很高兴啊，今天都是我的老观众，熟悉您，大家喜欢听我说相声，爱听我说相声，我走这么多年了，台下一位到那边看看我的都没有啊！啊，别去啊！这马三立，该过年了，是，在这儿送给大家三个字儿，什么字儿啊？逗你玩儿。谢谢。逗你玩儿啊！谢谢。您别说，这就是一分钟春晚致敬经典。哎，楠楠，哎。你看还有其他的节目啊，特别是电视台的栏目啊，我有一个新的创意。什么创意啊？咱们也给它改成一分钟的短视频，要放到网上，搁到抖音上，搁到快手上，观众一定喜欢。不是，您举个例子，什么频道能改呢？咱们就体育频道。这怎么改啊？体育频道咱改那最火的，现在大家都喜欢健身减肥啊。是啊，咱们请来体育频道著名的 DJ 带来摇滚黑头老包的一首成名曲。什么曲目啊？燃烧吧我的卡路里。这是他的成名曲吗？棒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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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起床第一句先给自己打个气，打的哩打的打当，每天多吃一粒米也要说声对不起，打的哩打的打当，墨镜墨镜你看看我，我的锁骨在哪里，打的哩打的打当，拜拜甜甜圈珍珠奶茶方便面火锅米饭大盘鸡，打打的哩打的打当，拿走拿走你包可起，我要燃烧我的打的当当打的当当卡路里啊啊啊啊啊卡路里。哇，哎呀，这健身房里弥漫着胡辣汤的味道。少儿频道也得改。这怎么改呀？听说我们河南台最近推出一档非常新颖的少儿节目，叫什么名来着？乘风破浪的少年。少年这歌你会唱吗？我当然会唱了。怎么唱的？我还是曾经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你这唱的没有特色。这怎么了？咱们请出著名的豫剧名手牛德草先生为小朋友们演唱这首少年，怎么样？不就唱这首啊？我说亲爱的小朋友们呢、啊，我为大家演唱一段少年，大家想听不想啊？来，小朋友们鼓鼓掌打打气儿，我给大家弄两句啊。真要唱啊、这个、我也是曾经那个少年儿，没有那一丝丝的改变，我就是那个少年，那个少年儿啊，嘿那个嘿嘿那个、呀呀嘿那个 呀少年咋样？嘿，您别说，他唱的牛味十足。哎，戏曲频道也得改。这怎么改呀？戏曲频道我们请出著名的豫剧大师常香玉先生给我们在外的河南老乡演唱一首他的经典保留曲目豫剧花木兰。果念了月亮照家乡。哎，我都没听过。那咱们采访一下常香玉大师啊、咱听听吧。亲爱的河南老乡们，你们好，我就是常香玉。今年呢，我们很多河南老乡响应我们国家的号召，不回乡过年，但是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很牵挂你们。对，我就写了一段新唱词，
这段唱词叫过年的月亮啊照家乡，这唱词是唱词大意是啊，过年的月亮啊照家乡，还真不错。照完了这边呢照哪边，不是、那个、照了哪边呢照这边，那个照完了这边呢照哪边，唐老师、啊、照了哪边照这边，您倒是两边都不偏。嗨，不是您倒是唱啊。接下来为河南老乡们演唱这首开始吧。我很想为大家演唱这一段，准备呀，我马上为大家演唱这一段。您唱啊，大家不鼓掌我就不演唱这一段啊。要掌声的，当个啷个哩个哩个隆当哩个哩个隆咚咚，过年的月亮啊那个照家乡啊，过年的月亮照家乡，照了这边照哪边，照了哪边照这边，照了这边照哪边，照了哪边照这边。河南老乡们，俺在家都想念你们呐，两边都不偏呐、啊啊。好，哎呀，常大师唱的确实好听。哎，楠楠啊，你说这一分钟的春晚，还有咱们录制的节目，精彩不精彩？太精彩了呀！你赶紧把它传到网上啊，让那些不能回家过年的我们河南老乡看看，他们一定喜欢。那可不一定啊！为什么呀？刚才光看您精彩表演了啊，我这一激动啊，怎么着？没录上，白忙活了。生活条件在不断的改善，家乡建设在不断的发展，但是咱们河南人骨子里的那一份质朴坚韧和乐观豁达的性格从来都没有改变过。是啊，河南十三五期间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成绩单，规划目标任务总体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伟大历史性成就，中原更加出彩的宏愿正在全面实现。是啊，咱们全省经济总量连续跨过了4万亿元、5万亿元两个大台阶，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地位和优势在持续的提升，影响力和竞争力显著增强。作为河南人，我们真的可以骄傲地说，我们的家乡河南太牛了，让我们一起为河南加油！加油。新指数，一个充满恨的大河南，开始创造新高度，脸上一抹力的激情。
众朋友们，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位老朋友李亚鹏，欢迎亚鹏助力我们的河南春晚。谢谢韩佳。有很多观众朋友都知道亚鹏是出生在新疆，祖籍是河南，那您了解河南吗？这20年我每一年都会来到河南，回到我的老家平顶山，所以对河南的变化还是有着深刻的认知的。河南现在的生态建设、航空港国际贸易、文脉传承等一系列高质量的发展都让我特别的关注，我也愿意尽自己的所能为家乡多做一点事情。谢谢。可以听得出来内心还是很有感触的，那就趁这个机会跟家乡人叙叙旧，说说那挥之不去的乡愁吧。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曾经余光中先生的一首《乡愁》触动了每个人心底最柔弱的琴弦。如果说乡愁只在离别时，那么我的乡愁是被父亲所感染，萌芽在不知愁滋味的童年时期。我出生成长在新疆，可是我知道父亲内心魂牵梦萦的故乡是在几千里之外的河南。那片广袤的中原大地像一块磁铁，牢牢吸引着父亲的脚步。在那些岁月里，攒了些钱，父亲就要开始筹划归乡的旅程，背着大包小包的新疆特产，带着我们一家四口，绿皮火车要坐上3天3夜。下了火车还要坐长途车走乡间小路，其中的劳顿自不必说，很多时候我都在父亲肩头摇摇晃晃地昏睡一路，隐约听到他沉沉的喘息和急促的脚步声，仿佛提醒我近了。那个叫做老家的地方又近了，直到一声老娘我回来了，我忙不迭地睁开眼，看到奶奶满头银发在村口冲我们笑得灿烂。1999年父亲回到老家重修了祖坟，并说如果有一天他走了，一定要把他送回老家叶落归根。谁曾想几周以后，我的父亲就因为心梗发作永远地离开了我们。遵照他的遗愿，我们将他送回老家和奶奶葬在了一处。我在碑前站立了很久，泪水已被风吹干了。突然有一种感觉，父亲的某种精神进入了我的身体，不是虚幻的描述，而是在那一瞬间我真的感觉到了，这是一种遗传或是一种传统的继承。从那年起，老家河南成为了我与自己每年的约定，或是清明扫墓，或是暑期带着女儿回来在重建的祖宅小住几日。她也喜欢趴在我的背上，正如儿时的我那样，一路伴着泥土的芬芳，在父亲背上摇摇晃晃地回到那个叫做老家的地方。我们在祖宅的厅堂纳凉，用甲骨文写下祖宗二字。女儿沉迷的眼眸中，我看到了乡愁的镜湖在闪烁。我会和她一起粉刷院墙，教她包饺子，带她去乡间的小路走一走。这些在未来都将是属于他的乡愁。
走得再远，他也会认得归家的路。一年又一年，故乡的山越来越绿，水越来越清，路越来越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在这里召开，推动中部地区崛起的国家战略让这里更加出彩。无数河南人将自己的乡愁编织进幸福的愿景，在家的温暖里鼓足面对未来的勇气，让这片承载厚重记忆的土地开拓出温暖向上、无比绚烂的明天。我根是炎黄，日圆圆，月弯弯，望断天涯思故乡。在此，河南省委省政府向广大海外侨胞、港澳同胞、归侨侨眷拜年了。给出来的小伙伴们，拜年了！寓意新生，五福临门，朝运正当头，新春别样牛。我们是马来西亚少年合会，我们在吉隆坡给家乡人民拜年。
在新西兰给祖国人民拜年了。我们是加拿大魁北克河南同乡会，我们在蒙特利尔给您拜年。我们是泰国河南总商会，我们在泰国曼谷给全国人民拜年了。是中亚河南商会给家乡父老乡亲拜年了。我们在马克思兰给河南老家父老乡亲们拜年了。哎，牛牛，你知道吗？在去年还有一件举国振奋的大牛事儿，那就是咱们中国太极拳被正式列入到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当中，这个可是对于咱们全世界人民的身心健康有着很积极的意义啊。原来我们的民族传统文化也可以这么酷这么帅，把天地之中的浩然正气传播到了全世界。我运牛有缘，一头牛可以成就一个大产业，富于一方百姓。今年是牛年，我将继续发扬三牛精神，让人们更有钱花，更有好肉吃啊！在“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60000元方人要发扬老黄牛的精神，踏踏实实的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业绩。2021，元方人更要牛气冲天。2020年，孙庄的父老乡亲们已经过上了幸福的小康生活。与此同时，我们还打造了一支不走的工作队，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奋勇争先，争做为民服务的孺子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太极拳
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我非常高兴有更多的人参与太极拳健身队伍，让太极拳为人类健康多做贡献。大数据正在加速着我省的企业改革，数字经济已经突破了万亿元大关，牛年新春到，我们将全心全力为我省的数据富矿进行深度挖掘，为我们的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能量棒，为人们的生活增添更多的色彩。感谢这个伟大的时代，让我带着河南人的奋斗精神取得了一点点的成绩。我也感受到在这样的时代，我们国家前进的每一步，我们的青年人勇立潮头，承担责任，我为他们点赞。我们打破洋盾构的垄断，实现自主研发，未来中铁盾构人要引领世界，就要坚持做拓荒牛。祝大家牛年大吉，牛气冲天，金牛敲门，五福临门，牛年新春到。衷心祝福我的河南父老乡亲，祝大家新年快乐，振作出彩，河南人2021我们一起牛起来。
，biu 人种，人种，说说说说。上南山，南山开满红牡丹，朵朵花儿开得艳，银叶淡淡。嘿，银牡丹，银牡丹那个哪一呀嘿？变花篮，变个花篮上南山，南山开满红牡丹，朵朵花儿开得艳，银叶淡淡。嘿，银牡丹，银牡丹那个哪一呀嘿？摘牡丹，三朵两朵摘一篮，花儿开得多娇艳，姑娘见了好喜欢，五彩缤纷。嘿，七正眼，七正眼那个哪一呀嘿，七正眼那个哪可以呀。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初心不改，一路追寻，大别山28年红旗不倒的铮铮铁骨，焦裕禄同志拼上老命大干一场的赤胆忠诚，红旗渠修建时誓把河山重安排的壮志豪情，抗疫斗争鼓起的精神旗帜。历史总是在特殊时刻给人们以汲取智慧、继续前行的力量。今天，历经百年风雨的中国共产党，正领航着中华民族迈向伟大复兴的新征程。新逢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每一个河南人都要扬起理想信念之帆，划好奋斗实干之桨，怀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河南十四五高质量发展重新出发。点燃希望的星火，把梦想照亮，崭新中国闪耀东方，执着明天的追求，为了祖国的富强，你带领我们迎来幸福小康的阳光，不忘初心，满怀人民百年梦想，看那鲜艳的旗帜在蓝天飞扬，扬帆远航，风雨担当，民族复兴的前方，不忘初心，满怀人民的向往，百年壮岗，脚步从容在路上，追随着你，追随着你，实现百年梦想，实现百年梦想。
向民族复兴的前方。实现百年梦想，实现百年梦想。